芙兰今年又出了两个系列的口红，当当当，那这边这是我收到的丝芙兰的礼物，哇哦，就是你知道吗，如果我是个女生就好了，我收到这么多口红我可能会飞起来。那我今天就帮大家来试色我们丝芙兰的全套的黑色系，好吧，这个黑色系记得哦，这个全套的这个黑色管的，我特别喜欢这个黑管，好美，谢谢大家，很漂亮，有没有？然后还有一个金管的这边，这是他们家新的，对的。然后我昨天体验了一下，我超多颜色，真好看。来，小助理帮我拿一个那个口红支架来，我把它取出来。来，所有女生，第一支 S02 号色，这支颜色是我选的一支很好看的颜色，超美，美炸，这支颜色美炸的红牛血色，这支颜色哇，我这件色好显白哦，我的皮肤已经发光了。看一下105块钱的一支口红，这个口红不买吗？高级啊，这个颜色美炸呀，这个颜色很像牛血色的感觉，就是那种薄薄的牛血色。你知道它的名字叫什么吗？ Wow, 它的中文名叫，它的中文名字叫做俏佳人。你可以再俗一点吗？你可以叫做粉红女郎吗？下一支就是下一支都市丽人。就卖内衣的吧。这件色好好看哦，是不是好看吗？这件色超美，好漂亮哦，这件真的很好看，就是你夏天涂也不为过，然后冬天涂的话也很好去那个搭配衣服的一支颜色，而且很显皮肤白。哇哦，就全程涂之后真的非常牛血，这支颜色全程涂之后真的非常牛血。这支颜色是 S02 号色，这支颜色是 S02 号色，非常牛血的一支颜色，好看，真的好看。来，下一支 S 几号色， 12 S12， 我的真，哇哦，这支颜色美耶，这是我喜欢的颜色，这支颜色透露着一点点的性感野心，一点点的性感，别人知道你是有，你涂这支颜色别人知道你是有目的的，很厉害，就是很厉害，这支颜色是把野心写在你脸上的颜色。 Oh my god， 哇，这支颜色很气场，这颜色非常非常的气场，涂满看看，我就是涂了一半哦。这颜色是一个你失败了之后，然后立马爬起来的颜色，真的很有自信。有没有最近失恋的女明星？有没有最近失恋的女生？滋润的吗？对，这是滋润的，这是 S12 S12。有没有最近失恋的女生在我的直播间？有吗？我跟你说，赶紧买起来，买完它涂它，你第二天前男友是谁 ？Who care？ 就真的不会去想它的。这支颜色真的，你用了它之后，你的新欢来了，还没有走出那个就是阴影，你的新欢就来了。哇，你看我涂全程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妈呀！而且它的包装质感还蛮好看的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就这种菱形的，看到没有？聚焦，你看。这种包装质感是这种菱形的包装质感，然后它前面是一个就是暗纹的丝芙兰的 logo， 对吧？这个颜色真的，妹妹你涂上它，你就变成武则天，你有后宫的一个女生，你是一个有后宫的女生，好不好？这件颜色真的，我的妈呀！薄涂的话是比较的偏那种热情的，然后全程涂的话是比较偏性感，然后比较偏高级的一种唇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下一个。这支颜色是我选的 S18 号色， S18 怎么这么曝光？嘿，你在干嘛？还是很曝光，重新看复仇者联盟看多了。看一下这支颜色 S18， 这一支比较就是比较偏紫一点点的豆沙色，这个颜色比较适合于大姐姐们去使用，很温柔，它会比较温柔跟显气质，年轻女生就买比较偏粉嫩的紫色，偏粉嫩的豆沙色，但是那种就是上了一点年纪的，不能这样说，就是大姐姐们，你们想要涂那种，你就说成熟御姐范就好了。你好会说话哦，我就很真实。这件颜色给你们妈妈买，你再说下去就是老太太涂就好了。这件颜色给你们妈妈买，什么年纪算大姐姐？40岁吧，我觉得40岁以上算大姐姐。我觉得这个不行，大姐姐涂，这个大姐姐涂很好看。你现在让你妈涂这支颜色，非常没有气色。我妈涂这支颜色绝对很好看。你妈不会喜欢这？我妈，
你妈不会喜欢这些颜色。妈呢？就是我妈是一个不一样的大姐姐，她就是不喜欢这种颜色。不，你不，你太不懂啊，那种。这是你妈的颜色。我妈也不会涂这个颜色。你妈绝对喜欢这几颜色。我妈绝对不喜欢这颜色。我们不要骂人了，好不好？一直是我妈，你妈，感觉很像骂人。这颜色我觉得是大姐姐涂的颜色，因为如果我要推荐给小美眉的话，那种豆沙色的话，我不会推荐这一种，我会比较推荐那一种，就是再偏粉嫩一点点，这个有一点点偏暗、偏灰、偏紫调。我要说实话，这支颜色比较适合于妈妈用，好不好？这支颜色真的比较适合妈妈用。这颜色是我用的，就这支。挑了一支非常温柔有气质的颜色，豆沙，你喜欢吗？喜欢。你要说真心话，我妈说喜欢。来来，进来。豆沙色，对，那你试给他们看一下。好嘞，我妈妈给你们试一下，她刚在楼上睡觉的，把她脱下来了。没有啊，我是给你烫衣服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这个颜色很好看，我说要我说真话吧。说真话。有点脱不动，是我嘴巴干还是什么？是你嘴巴干，这是滋润的，是吧？嗯，你就说颜色嘛。颜色很好。好吧，我输了。这个不能跟你那种润唇膏的那种口红比了。哦。这是奶油质地，给他们看一下。看一下，嗯，很好看，很自然。再近一点，就跟我直播一样近一点，在前面一点点，嗯，好看吗？这几颜色是很好看啊，这就是妈妈用的颜色 啊, 啊。可以的，我那个女优机不要了，要这个。你要这个吗？但是娇兰女优机比这个贵。娇兰呢？娇兰跟这个比呢？嗯，还是要娇兰。娇兰还是要娇兰。真的，我妈妈真的非常非常的现实。很自然的，真的是很自然的一件，而且真的好看，是不是？就是那种很有气质的豆沙色。如果你妈妈不是那种穿衣服打扮得非常鲜艳的那种女生，就买这种颜色给她，因为马上母亲节就要到，可以配。对，马上母亲节就要到了，赶紧买这支给妈妈，你妈妈绝对喜欢。很大众的一支颜色，就是不挑人、不化妆都可以凸显气色。再给他们看一下，这个妈妈涂好了，S18，看到了没有？这支颜色真的很好看，就很显气质、显气场的一支颜色，好看吗？好不好？好看，好看，好，你中了草给我啊。好，这个中了草送给你。S18 这个是。这个颜色是 S18， 他们说妈妈又换指甲了，对。啊，你们画的这么仔细。他们就是侦探啊，他们天天就是在。真的侦探。妈妈刚刚又换了指甲。下午才换的。因为他要去法国，所以他要换指甲。来，我们下一个颜色。来 ,S10 号色，来我们下一支 S10。啊，这支颜色我超爱。这支是我选的我超爱的一支颜色，这一支是丝芙兰家非常适合夏天的。妹妹你们知道吗？有一种水果叫做樱桃，它不叫做车厘子。就是你们懂车厘子跟樱桃的区别吗？就是樱桃色，就是那种夏天吃的那种车厘子，你们知道吗？那个水果，给我找张图片来，快点。对，这就是樱桃。 Oh my god， 一模一样，樱桃色，哇哦。我跟你说，想变成樱桃的女生买它，真的很哦，好好看哦！怎么可以这么鲜艳 ？Oh my god！ 而且连那个质感都很像，就是水水的樱桃外面那层亮亮的皮都很像，不夸张，真的很好看。我跟你们说，一定要买这个，这支颜色一定要买。小姐姐，你们的颜色来了，哇哦！就是别人会觉得你的嘴巴好嫩哦。你说这支颜色可不可以涂到那种快入冬的时候，对吧？春夏秋冬都可以涂，而且很显白。你的嘴巴就是个樱桃。这个颜色挑皮我去死好不好？这个颜色绝对不挑皮，你们随便买，真的。它会有一点点偏橘调，它又比那一种就是那种番茄色要更加的红一点点。这支颜色真的，我的妈呀 ，unbelievable！ 我的天，我这支颜色我好爱，怎么办？我的那个。2019年口红榜呢？什么时候才出来？真的吗？请把这支给我插进去。我先全唇一下，我等下把它插进去。这一支我跟你们说真的很美 ，S10 号色。李佳琦的口红榜。对，这是我的口红榜，可以可以，这就当我的口红榜算了。这支颜色真的太嫩了吧！会出水的颜色，真的。樱桃小嘴就是这个颜色。真的就是那种古时候形容女生的嘴巴漂亮，就樱桃小嘴，这就是樱桃小嘴。我再涂艳一点给大家看，超美，好不好？真的超美，超美，超美。星星呢？来，你来给我下这支颜色，这支颜色真的很好看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来前面一点，看星星涂这支颜色，没有黄皮涂这支颜色没有任何问题。
看到了没有？你再抬这样抬起头，对，黄皮涂这支颜色没有任何问题，而这支颜色真的非常的好看，很适合夏天涂。然后它涂了薄薄的一层都很好看，有没有？这支颜色一定要买哈。来，接下来下一支 S61号色来看一下，非常丑。下一个，我是脑袋夹被门夹了吗？就裸色吗？因为我以为你会，哎，怎么会选择这个颜色？李佳琦变成 international 的风格了吗？这支颜色非常丑，下一个吧。富红可以帮我拿一下汤富的王妃色吗？刚刚是61，对啊，这支颜色是 S05， 这支是 S05， 这个才叫做少女图的豆沙色，这个才叫做少女图的豆沙色，好好看哦。就是每天涂出门都可，然后是一个完全不需要去在意你的妆容跟那个衣服，这支颜色涂出来就很美，超级超级的美。这支颜色是 S05， 好看对不对？我来对比一下王妃色哈，我的印象当中这个颜色跟王妃色还蛮接近的耶，它还是跟王妃色汤富的那支颜色差了那么一点点。这支是王妃色，这支是我刚刚那支颜色，对吧？还是差了一点点的红调。真的王妃色真的好难找替代款哦。来给大家手臂刷下色，我们推荐的丝芙兰的全新黑管。第一支颜色我推荐的是 S12， 一支充满了野心，把野心写在你脸上的颜色。第二支 S10， 樱桃本人，樱桃小嘴，就买这支颜色，这支颜色是我最推荐的颜色，超适合夏天。第三支 S18，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显气质的豆沙色，会有一点点偏雾感的那种豆沙。最后一支 S02牛血色本人，这四支颜色买回家，你今年夏天绝对没问题。S05 呢 ？S05 也很好看。S05 跟这个选一个，选一个就好了啊。S05 跟那个选一个就好了。对，05跟18买一支。对的，但是我会更觉得18好看，因为05跟18都是豆沙色。对的，我们就选一支豆沙色，少女豆沙色。那个，因为豆沙色就是女生用的豆沙色，有很多品牌可以选择。那种比较偏气质的豆沙，我会比较推荐给大家，让妈妈买。所以知道了没有 ？S18 比较适合妈妈买啊。